好，我们先来看这台 Konica C35 哈，那这台有这个相机绳哈，相机绳哈，它这个这是什么啊？哦，这是 Konica 它的原厂这边有字样哈，哦，然后还有这个原厂相机盖哈，镜头盖，哦，那这台的话哈，快门哈，正常可动，可以看一下它的镜头哈，哦，快门哈，正常可动，哦。那机身的话，皮革哈都还正常贴合哈，那还有一些使用痕迹啦哈，啊，毕竟这都是二手的哈，啊，然后这个机身，哦，机身的这个部分，啊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底片室哈，底片室的话，这个部分的话，可能海绵你可能要整理一下哈，如果标的朋友哈，你可能自行再整理一下，哦，这里面的这海绵的这个部分哈，啊。看一下哈，啊，那个快门哈，正常可动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Konica C35 的这个视频，好，谢谢。